准备去找波达的主人呢。哇，以前的小怪物欸。哇，童年小石怪。小石球。我记得他长得很像神奇宝贝一只怪物。好像有一只神奇宝贝有一只怪物叫那个是钢铁系，然后超能力系的。就是钢铁系加超能力系。然后下面应该是大石球吧。哎，大石球在这里。对，大石球是发射镭射光束。我记得它的主人好像会在一个空洞里面。他卷轴三个，看一下他有买什么卷轴。哎呀，哎，都一样哎，盾牌防御卷，他的卷轴其实都一样，好吧，跳过。哇，好多！冰石球。然后这边火石球，然后我记得好像到了某个点就会有那个叫什么企鹅啊，那下我丢什么东西啊？这丢掉了。你在第几层啊？啊，找到空洞，就是它有个那边。豪克，就是你啊。小石球10块。
OK，小气要小石球10块，要小那个什么企鹅网的鱼，看一下哦。哎，我现在还在那个，等下，我现在还在天空之城领域，对不对？我回去的话应该，对。他说打小石块。结束。你要小企鹅王，小企鹅王是在那个，他在天空之城的底下，在天空之塔的下半部啊。喂，下去。天空之塔移动卷轴关。4格，已经4格啊！哦，还有。还有，他这个是，对不起，我打嗝。他这个该是每个任务啊，就是每个就每个任务就对了。看一下哦，这壳都可以丢掉啊。还有这鸡巴壳干嘛？然后再加上，因为天空之城比较没有像那个。天空之塔没有像玩具塔那么强啊，所以它一次只给5个，基本上就是从底下最底下传到最上面而已。到了，啊，这边是个议题，那下面应该是那个啊。还有黑立体，听说黑立体好像用圣属性的打效果会加成，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啊，小气王就是这个。就是他啊！
一只300经验。我靠！那什么药啊？看一下什么药。哦，精力剂啊。精力剂干嘛的？解除虚弱状态。啊，虚弱状态好像就是不能跳啊。哟，好累哦！把小蟹丸打，哦天啊，一直掉下来！我记得我以前火毒法我会来这边练功啊。来看一下刚刚打到的衣服，哦，智力加5哎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个可以留着哦。那下面的话，哦，原来是在这里哦。等一下，我不能下去，我不要下去！哇靠，这下去不知道爬多久了。快结束了 ，yes， 结束，好，准备回去啊，回去找那个汪波打，还汪打，随便、啊。
对，回来了。我们的波达，你在哪里啊？来，好吃的鱼来哦。我靠，天空之塔的卷轴，还有那个热狗堡。结束。所以所以他那个任务还是每天的，那波达那个任务是每天的吗？天啊，71.8，天啊，我好累哦，我跳一下画面，我来看一下那个，他还有其他民生任务吗？其他民生梗物：周杰伦请托、永恒的眼泪、哇，西门町的，然后维多也受压黑肥肥。看一下哦，还有哪个任务？真与黑肥肥是这个吗？还是？为波达猎取食物，好像。哎，好像又有哎，我要去解吗？好，我要去解，去解，去解。我现在比较想要民生。他上次是企鹅，然后这次该不会也是企鹅吧？他刚刚是企鹅啊，就刚刚要的是企鹅，然后这次该不会也要企鹅？靠！不要整我哎！然后我看一下有哪位女主播现在有开播的。OK，没有，好。哇，要跳好久，哼！跳超久的啊！我靠！有见过闪，那见过闪是谁啊？外面有那见过闪 NPC，哎呦，有一个，他谁啊？来偷窥我吗？看一下他谁？哎，豪客，你要什么东西？哦，要200只鱼哦！我要打吗？请问一下，我要打吗？啊，打一打啊，顺便练一下经验值啊。反正他妈我已经无所谓了。就当做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吧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我回去冰原雪域，会不会有更多的？就是我去下冰，我回到冰原雪域了。OK， 小七的玩鱼刚好顺便打一打。嗯，这边好滑、哦。哇！哦，太滑滑啊，不行啊，这边太滑了，我受不了。好，上去，好，上去，我上去。然后他该不会到时候到后面还要300只吧？我觉得有可能、欸。我靠，这么容易掉装备哦！靠，我快满了。好、哦、呀，满个，干！才刚开始打，然后就满个。好，那么就回去吧。Shit！这边是武器店啊，魔法手套 ，what？ 这个东有这种东西，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
再卖掉，然后卖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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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也卖掉，这个卖掉，通通的我不用吧？这个应该不会有人要吧？卖掉。OK， 反正先这样吧。热狗堡。OK， 这次的进度先打到那个小谢鹅王的鱼，然后200个吧。然后他下次就要300个，然后我就要扁他了。哦，这样也可以飞上去。OK， 来吧。哎，干，真的打到。74%了，哇靠，这条路还真漫长欸，对不对？欸，按错。76%，我靠，好久啊！还要哎，等一下他，我要总共240个鱼，那我还要110条。我靠，掉下来！哇，回避率好高。最下面没有啊，最下面就是水世界了。
欸，掉下来。这地方可能比较适合攻守，或者是火毒啊，反正就是远攻的来练啊。靠，要一直被打下来，有点有够烦的。哇靠！我是玩到快呛掉了吗？哦，干鸡巴欸，一直被打下来。你知道，如果这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话，我绝对会把那人干到爆。哦，干鸡巴，这什么样啊？干！吼吼吼吼！哇靠！这企鹅有生命。而且我包包快满了，已经没有多的位置了。哎，哇！海神差欸，欸，打完了，没有，还没，我还要再40条。过来，鳄鱼，你再16条就结束了，好累啊！再四条。OK， 结束，拜拜。欸，OK， 可以。我去买一下，看一下他要我买什么东西。欸，等一下，他的补给店在哪里啊？药水店在哪里？哦，药水店在这里啊。他有小豆粥、苹果、鸡蛋。苹果10个，
然后，苹果十个，然后鸡蛋十个，然后他们这边的特产小豆粥。看一下哦，他不用那个啊，他不用清包，我还以为他要清包哎。OK，现在89%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快升等，那赶快换一下智力装。可以准备去给汪达，不对，不是汪达，波达。然后他这次就会说再300条干，然后我就不接，我就真的不想接。然后回家，哎，我们的波达好吃的在这里哦，波达。靠，要清出四个，我身上的东西应该不用。你可以把我身上的东西重叠啊，干嘛一定要坚持就四个就对了。没了吧？别跟我说还有，看一下哦。我就知道他还有三，他还要那个，我还要解这个吗？好累哦！我靠，太恐怖了。好吧，这次我先到这边啊，这次就先到这里啊。哇，天啊，这解下去好累哦。OK，那我们就这次就先到这里啊，正式就告一段落啊。好，各位，拜拜。